确认过眼神，我遇到对的人，就是你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先来吗？为什么不想要像上次那样子？你说了我才来访问你，我现在要来采访你的。我们现在就来采访。嗯，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当然有点紧张了。我看你看他们的手有点冷了，十指紧握哎。给予很多的那个力量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但我很开心他赢哦。对，把好运气给你啊！现在，好，流汗有没有？流汗，你摸一下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哇，我很想摸，闪亮亮，但是有点冷冷。对，如果啦，真的拿满十座，你上台会不会有好消息宣布给我们？就是拿第十座奖，对，讲座之后，对，好消息就是我拿了第十座奖座，我们要更多，什么？比如说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，如果凤玲姐姐拿满十座的话，有什么好的消息跟大家分享？特别就是刘子轩。很有默契哈、哦。先看，等一下有没有拿先吧。可以，我们有信心的。对、啊，哦，谢谢你们。嗯，因为我有投票，我也是有。我真的非常希望你可以上神坛。谢谢。好，不要紧张，别担心。好，我们也顺利的，就跟我们那个刘海一样，我们把好运全部过给你，给你。等一下，我先接一下。对，好，那我再还给你们是吗？可以，那我们现在要先出去哦，你们加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交给另外一边。